像安慰自己的一个理由。对啊，因为你这个坦白讲，你就是为了要好看。那你说丽儿的品种也很多啊，你说像哈士奇啊、柴犬啊、柯基啊那些丽儿的品种，还是一堆就是耳界虫啊，人的喜好，然后去做这样的事情，是蛮不人道的。